主料，胡萝卜20克，黄瓜20克，彩椒20克，西红柿20克，土豆20克，辅料，米饭200克，鸡蛋一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拌饭的各种材料准备好，胡萝卜切碎捉水，土豆切碎捉水，将其他的原料切成丝状，鸡蛋煎一面，做的玉米和大米的米饭，将拌饭锅抹上油，将米饭放入其中压紧，将各种蔬菜摆上，放入煤气灶上加入。烹饪技巧，当拌饭听到了吱吱的声音的时候加入就可以完成了，注意烫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